老王看见第一迪厅了吗？哪看啊？想看第一迪迪厅得上谦儿哥的号看。谦儿哥的迪厅上神马了，真的假的？不能吧，他那技能已经满了呀，不能，我觉得应该不能吧，真的。神马龙魂是真的啊，上了。来，一二三四个轮子龙魂一致啊。这个图上神马干掉了高敏，神马掉的法莲，掉法莲补法莲掉的高敏。我靠，不会吧？啊，眼睛在这儿呢兄弟。我操，那太牛逼了，真的，那太牛逼了。他在这把握656要高敏对吧，得个几年能发挥出威力，而且毕竟加高敏的这种灵法有一天可能啊不这么加点。这宝宝就是地厅界的神呐，这宝宝是不是比17技能的童子还难得呀？啊，对吧？你说拉地厅都快清场的同时，还要保持人物自身的移速，这谦哥啊，这只地厅是不是有什么 buff 啊？对吧？怎么打都打不掉的 buff 啊？